今天呢，就是心情非常好，所以我一个人跑过来露营啊，怎么可能是我一个人吗？对不对？大家好，我是包包。大家好，我是米后期。那米奇在哪儿去了呀？来来来来，你好你好，骨灰级铁粉啊！这里还有一个，我之前的字幕君还记得我吗？法国回来叫我们人在法国刚下飞机。大家好，总监。Bonjour。Bienvenue pour regarder le test TV d'aujourd'hui。距离我们上一次呢给大家出露营装备呢很多年前了，所以也有很多小伙伴看了我们的露营节目也想去露营，然后问问我们是用的什么装备啊，然后有没有什么好用的推荐呢。这一期呢我们就想来一次初级的露营装备分享，用电的这么一个露营。那怎么电器干什么？去这个应用这么完美。Unreal 的眼镜呢、啊、都要去搞那些什么现代的什么东西。Unreal 我就是了，死了。太狠了。分成了两边，喵哥的主要是就这个原始人的用火这一块的。对的。我这边呢比原始人呢稍微进步一点点的用电，准备开始各自的这个露营装备啊。露营之前先把车贴贴了再去露营啊。看过我们车贴广告吗？小帅往这儿怼。刚贴的，非常的新鲜。车贴里面一定会送一个小刮板呢，像 Luke 呀在露营的时候呢忘记带铲铲，这个东西呢说不定还能派上一点用场。古代不上茅房吗？他们会用那个树枝是吧？很恶心了，已经到很恶心了。我们这一套呢主打一个呢就是电源。哎先生你好，这边几位呀、啊、我就是电源。哦不是这个电源、啊、哦什么梗啊烂梗。用电呢有两个选择，一个呢就是 Echo Flow， 节目里面看过 0.7 度的电子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蔚来 ES6 70度电子，它必须配合蔚来放电枪。炫铸的一周租金168还是多少来着，积分支付不算贵，就是没花钱。基于这样的一个用电的考虑呢，那么我们的灶具、电磁炉、电饭煲、电冰箱、电风扇，今天呢看起来用不太到、哦、我必须把它展示一下，就是一个耳机厂家呀，大家知道吗？如果说你不带一点这种逼格的东西出来露营，你都不叫露营你知道吗？那我的睡眠这一块呢就是睡袋、床垫啊，就是我会把它铺到这个车上啊，大家都看过很多期节目了吗？就是有点不够高，大家非常熟悉的配音君三大爱好，希望大家打在这个弹幕上啊。阳光明媚的正午，打开来90度对向太阳，你的 Echo Flow 就会嗖嗖嗖嗖嗖电量往上升，取之不尽用之不完，绿色能源棒棒哒。太阳很冷，太阳能充电探索家，这个它是可以给我们的 PB40 在太阳充足的情况下接近20瓦的功率充电的。但是它比较小，他们可能不知道 PB40 是个什么东西。哦，如果不知道 PB40 是什么东西的朋友呢，可以关注一下 Tesla 集市号，上面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、哦、也可以到淘宝店铺搜索 Tesla 值不值买，爆品爆品，是一个可以固件更新的充电宝、哦、还有 APP 的充电宝，小的太阳能充电板，这很迷你的未成年的充电板。几乎呢它就是可以用一个5瓦的这个功率啊给咱们的这个充电宝充电。我这个卡西欧手表上面其实也是旁边这一圈是一个太阳能椅子、吊床、水杯、小电锅，单人出去的时候接个 Echo Flow 啊，你可以在里面烫点火锅，乱七八糟大家都懂啊，懂的人自然会懂，锅碗瓢盆也不用解释、哦、泰国新加坡。每一次录音出来一定要带一个氛围灯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东西。这个是录音灯加打气筒、手套，哦这个很重要，我前段时间才被那个烫了一个泡儿。衣扣、迷你小斧夫、一个蛋卷桌，这里有桶水。哦抽水神器啊，每个24小时呢就是一个紫光灯的杀菌啊，然后还可以抽水。除了这些基本的生活用品之外呢，我会带一些到处按摩一下呀，卡拉 OK 的这个麦克风 啊还有 Unreal 的眼镜啊，娱乐系统啊，这个东西呢也是非常的关键啊。你们看那一大堆东西啊，真的太能装了。移动 WiFi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，三个运营商都齐了，我就不怕没信号。打开新世界双人帐篷，如果我不想睡车上，我可以睡帐篷。第二个充气房，天幕、帐篷的地垫、桌子、椅子、锤子和地钉，还有一个备份的双人床垫，前挡风玻璃遮阳帘，睡在车上的时候嘛整个遮住。 What is this? 求救用哦，
好有经验啊，真的、啊。那跟这橘黄色吗？看这颜色就知道了。我觉得有瑕疵，不是在于配音君的准备工作，而是什么呢？一般来说，这个地方少了个备胎。我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都不做呢？搞得很多人连现在连胎都不会换。他不会换胎，出现漏气的情况，他是个补胎液吧？这个是充气阀、拖车钩、三角盘、充气机。我做了一个很傻逼的决定，就是选装了一个重低音炮，这没什么卵用，它就占了有一个位置。配音君啊，他主打的就是一个科技老男孩的这么一个形象。阿喵呢就觉得露营这个东西啊，我们平时站在城市里说各种电器啊什么的都用腻了，知道不？就带什么电器干什么？我们露营讲究什么？野，要越野车、野营都是野。那说到野了之后，我们人类就最开始在野外生活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说到野呀，咱们就不得不说到这个外卖呀。你看这个外卖呀，说到野，我们就不得不说到这个快递买的柴呀。就说有些东西，就是毕竟是个现代人了，是吧？能，就是有些东西，有些是吧？啊，就ARB 的车边帐，对，这是车边帐的扩展的配件。车边帐帐，车边帐帐帐，你这是围绕着一个这个搞了这么多。它会把它左边和右边，然后前面都会拉出 来，然后再配合上我们的柴火，这个小火这么一烧、啊，就可以把自己的车点了。啊、车边帐的话就，价格的话就叉叉叉叉叉啊，五位数啊，那还是没有，不如多买几件我们这个衣服，把它撕开来，然后缝起来。哎，我觉得还好一点，这个材质是吧？对对对对，哎，这什么材质啊？怎么这么顺滑呀、啊？这个是纯棉的哦，有凉感。注记得哟，就是你看今天我穿的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温度啊有点冷，不是因为天气冷吗、啊、是它有点冷。你看这不就是喵哥这个车吗？前段时间就是把我的坦克300改成了床车嘛，配了那个桨板的床垫嘛，那个玩意就是支撑性还可以，而值很低，拔凉拔凉的。哎，还是换个材质吧，乳胶垫。哎，趴火啊，这个套子，春夏秋的话就可以用它那个冰丝的，冬天呢它还有一条那个绒的，就还是蛮舒服的这玩意儿。喵哥以后和老婆吵架了，就是老婆把它有地方加了是吧？而且生活品质还是不会下降，真好。喵哥以后我来你那边，你来车里借宿一下。就是，那这是我杂物箱啊，小枕头，小枕头啊、哎、啊，杂物箱垮了呀，快点，30多块钱嘛，哎，要什么？那天明明说这个50块钱，我都忘记了，因为花不明白，小钱，喵哥花不明白这些，花不明白。然后的话，我特别推荐大家就是出去露营的话买双拖鞋啊。喵哥，那个就是说这个拖鞋为什么能跟饭盒放在一个箱子里头啊？不重要，不重要，不重要，不重要吗？对，不重要。如果觉得重要的话，大家把重要打在弹幕上，我觉得挺重要的。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卫生，还有上次的泥巴。上次还是这个地方，原汤化原石。原汤化原石。哎呀。然后就是一些小的玩意儿，这个是娱乐系统啊，娱乐系统，野营啊，露营啊，就是不要去搞那些什么现代的什么 Unreal 我就知道，这样就跟那个换个地方刷手机一样的，知道吧？没感觉。这一就是那个露营的灯，灯怎么是用电的呀？干木的灯的那个电线点灯吧，是电。这个电吹风还是有用的，这叫电吹风。你管这个叫电吹风啊？它是用电的啊，不电吹风吗？那火吹风吗？对。但是你不是自然党吗？你怎么开始用电了呀？就是有时候作为现代人，有些东西要不要搞那些？咱们要原始，你应该用风扇。对，哦，那是呢，是了。太狠了！哎呦我天哪 ！OK， 就是下面就看看我的其他一些东西嘛。这里找不到了，喵哥找不到。这首也是我刚刚购置的那个克米特，也加大啊，一般都是那个50多厘米的啊。然后说我一定要买个62的，然后你看这，哎呦。就特别适合我们这种比较健硕的人士，因为每次就是大家一起出来的话，阿喵都是负责后勤的啊，主要是饮食方面的啊。黑鹿的焚火台，你看就用了，一看就是用了很久的那种啊。第一次用焚火台是一定要记住，就是要好好的开炉，这个就是反面教程啊。这玩意儿一是烤火，二是就是其实是一个氛围提升工具嘛。厨师长，介绍一下你的厨具。我的厨具，然后话打开是这样子的，它是有个双炉头的设计。可以一边的煮着火锅，然后一边的吃烧烤，然后两边的火力都是2300瓦，就能够满足2到3个人嘛。然后但是我们平时人还挺多的，另外请了个烧烤师傅。我看出来了，就是我备份太阳能板，喵哥是备份炉子。不太建议大家买这种折叠型的，因为它会藏污纳垢比较多。配件的锅具嘛，就是钛的啊，阿喵的就手头比较紧，就直接就买了那个火风的这一套。它的本体是铝的，然后外面做了一层涂层，就注意一点就是说这个涂层要。
能刮到，对，不能刮到，然后不然就把铝露出来，露出来就有害了。为什么不能给不锈钢一个机会呢？因为买车之前就买了这个玩意儿。哦，好的。平时呢，我就会去收购一些柴火，就是苹果木，19.9元二十斤包邮，我觉得还蛮划得来，是吧？这个苹果木是 M2 芯片的，哦，我感觉是128G的，哦，它的燃烧效率比较高，就是控制的这个散热出院了。苹果 Vision Apple Shoes， 我看你们能不能掰一集。哦，现在感觉要下雨了，我们先把天幕搭起来吧。先搭天幕，先搭天幕。When it clicked on the trot over in the bright morning dew. We brushed and we braided dandelions and chewed. Was a mutual arrangement we both saw into.Can she walk in the fire?Can she run in the rain? Can she make it up the mountainside? Can she make it down again? I have often wondered if she'll go and jump the fence. Will she keep on moving onward or stay in what could have been?接下来就是我们正式的晚餐时间，让喵哥的美食轰炸我们的味蕾。喵厨师长，今日菜单，首先是一个网红番茄饭啊。番茄呢？真的是用的这个？对，番茄了。番茄了。我买番茄的哦。哦。我们这总是需要一点创新的啊，就是说他网红番茄饭不一定要有番茄。这个世界已经完蛋了。这个。你自己说吧，就是因为那个电饭锅一般我们都不用的啊，它今天又是盖着盖子的，我不会开的，我直接抱着走了啊。喵哥一打开，我们来做饭吧。是刚才就说一切是为了节目效果，我要打压那电器长的气焰。电器这东西是一样配一样，你电饭锅没了的你就是用不了，但是我就不同了，我只要有个锅，我有火，什么都能煮，是吧？你看现在我们就用它的这个电磁锅在煮饭的。服装的夏季新品，这次我们不一样了哟，我们可是有做升级哟，科技面料，这个速干的短裤啊，夏天你必须得有一条。我们的这个面料用的是 Solotex， 然后呢这个涂层用的是这个特氟龙。抗水啊，就是防污啊，没有任何问题，不会影响面料的性能。就是 Solotex 它本来的性能就很不错，包括它的这个弹性啊，还有抗皱啊，主要是我觉得抗皱真的很实用。像我们这种就直男呀，家里没有那种熨斗，但是这种就没问题。因为刚才我穿的裤子是那种比较偏重的嘛，我就感觉到就是说，突然换上这一身衣，我觉得我好灵活。啊、好吃啊，喵哥，这个非常好吃。就是我感觉我就是在一个牧场上放。哎，这块小，我吃个小的。这块黑的是什么？感谢泰斯威团队包吃包住，为包包奉献的一切，爱你们！哎，我觉得太幸福了，因为一直都是在屏幕上看大家录音，然后看银河什么的，然后今天来这里确实非常开心，非常开心，忠实粉丝。我还没来，他那个头像都已经在那个评论区里头反复出现了。我是赵老师那期 HoloLens 那一期，北京的口音我听好像有点重庆口音，然后我们就继续搜，发现搜到工作室离我家坐地铁10分钟，所以每年暑假回来都来打卡。关键是就是 Apple 帮我们翻译了好多期的 YouTube 节目，
而且都是自己有自己的事情抽空来做。那石老板后来就是都是很想把这个东西推动起来，所以才加入我们。来自法国的力量，来自卡特尔的力量。当时其实那个字幕组的时候是招了全球好多好多人，有十多个人，有马来西亚的，有美国的，新西兰的都有。还是很感谢，就是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 Tesla 都是在铁丝共创，就是包括来的人啊，像卢克呀这些都是铁丝嘛。但是我应该中途断过，可能一两年我都没怎么看 Tesla， 因为前面就看的太多了，后面就慢慢就又关注了很多其他的，就覆盖了，然后兴趣点转移了，喜新厌旧了是吧？已经没钱买这些电子产品了。我也只会在要买什么的时候才会搜，每年就是看一下 iPhone。 看节目本来就是这样。其实像今天你们看到这期节目，我相信播放量一定是比较低的，就我看了我们拍银河呀拍什么播放量都会比较低的，但是朋友们给我们一点点赞。但是你要知道的是，那个不高的就是真实的，就他确确实实有这么多哦，那还是有几万人在看你，好多两百万的粉丝，他可能看了这期，他不会一直这么追嘛。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人在追啊。换句话说，其实我不会有流量焦虑，但是我会有咱们的视频的一个用处的焦虑，或者说我们 Tesla 所创造东西的用处的一个焦虑，就是它是否有用的问题。比如说他看了这期节目有没有用，我觉得这个东西会是衡量一个节目的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准。大家觉得这期节目有用吗？应该会有点用吧，应该会有用吧。其实就像大家不太清楚那个充电宝，我其实一直想说那个充电宝的东西啊。这样，我问你，视障人士，你知道他怎么去判断他的充电宝是不是充满了吗？没考虑过，没考虑过。但是我觉得最有可能就是那个充电宝充电它会发热嘛，就给充电宝充电的时候会发热嘛。我觉得最有可能就这个了，没有别的。发热，他怎么判断它充满了呢？充到80%之类的，它就不发热了。估计就这样。我们有一个粉丝叫粽子啊，我就把这个充电宝寄给他，然后我说你能不能帮我们试用一下？然后他当时给我反馈的时候，他就问了我这个问题，当时把我问懵了。我跟你们的反应一样，我完全没想过这个问题。他去摸，他凉了，满了。我当时听到这个东西，我真的很震撼。就是我会觉得，其实我们每天在用的一个产品，对于他们来讲，好像有点复杂。他接下来说，他说你们这个产品我很喜欢，因为他一摸上去，滴滴滴滴四下就是满的，而且他充满了之后，他是本来会提示的。啊，这个就解决很大问题。我当时就想到了一点，我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无障碍做好。然后他说现在就那个 iPad 呀，无障碍是 OK 的，经过他试用的那个里面是可以报功率的，哪个接口接入了，哪个接口是在输出，哪个接口输入是多少功率都可以。然后他可以跟我们一样去调整那些，就是什么触摸电量啊、查找啊，这些都 OK， 因为它不是两个口吗？你插哪个都行，输入输出随意。然后呢，它又能够 APP 上面又是完全的无障碍的旁白 Voice Over， 不在了用声音去查找它，能找到。哦，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哇，好开心的，就我帮到他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这个叫有用嘛。他还是给我提了一些东西，就是我们还在改进。虽然这个触摸 BBB 很好，但声音有点大，对他有点社死。他说其实他想的是，比如说有没有可能去调整一下，就是可以一个选项，就是他拨出来拿到耳边，他在这个地方自己能听到就好，会拉入我们下一代产品的考虑嘛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吧，彪哥好。就是喵哥和我，就是关于这个商业奇才啊，就是家里面是吧，喵哥掌舵厉害得很。我们探讨过 Tesla 这个商业模式是不成立的，就是这么说吧，就如果你是一个个人 OK， 这么大个团队很恼火，赛博农民。我觉得我们真是赛博农民，反正就自己拿一亩三分地，你也别抢我的，我自己种多少吃多少。对啊，那还是我觉得要把那个田地给弄肥一点才产得出好东西啊。就是我们是植根于粉丝的是吧，就更多的把我们的爱给我们的粉丝，对吧？四楼，来四楼，叮咚掌声，叮咚掌声，肚子宽了啊，肚子宽了。其实我们粉丝真的，其实已经对我们很有爱了。哎呦，我又看到有个评论说，6年前支持你们初创公司，到现在还在创业，我还在支持你们。但是这个东西你不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吗？就是说，如果那个创业公司一直在创业的话，就说明他们一直在保持初心不变，能创6年。我们这么穷的节目组怎么可能用 GoPro？ 快了，离破产已经不远了。你还在看，还没打赏。窗外一片阳光，我们的节目一定会更好。谢谢你的支持。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嘛，你还是挺短暂的，不想走别人走过的路。所以 Tesla 创立到现在一直走的都是不一样的路嘛，真的很想创新。我去给那个有个朋友的孩子开那个成人礼，中学生嘛，上台演讲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么一点，希望就是说从今天开始，你不需要听你父母的，你也不需要听谁的，你自己做主。
不要去复制别人，复制粘贴只需要两个操作，很方便，确实它也能成功。但是我想定义的不是这样的成功，我希望新建 Tesla 啊，如果从这个不要从商业上面去说，从这个角度上定义，我觉得它挺成功的。有这么多人喜欢，然后又是走的不一样的道路。其实我觉得 Tesla 它在做产品的同时，不会去遵从那些公司的那种新闻稿，这样去从头练到尾。这就是已经是一种成功，而且能坚持住他做这么多年。这边最开始怎么赚钱？考核是这样的，考核是这样的。赚到钱了吗？最开始咋赚的？就是拍广告，给政府啊、机关啊、事业单位做广告。因为所以现在网友很多让我们接商单，就是我从那个坑都出来了，你让我又踩回去，其实是没道理的呀。这个事情我不喜欢伺候甲方，我这个人就是我也不喜欢有上级、下级，从往上管理我可以接受，上级管理我不接受。毕竟要工作、要上班、要赚钱、要生存，过得难受，但是赚的钱更多或者怎么样子。去沿海城市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我却想在这里，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还是开开心心，我觉得干嘛呀怎么了怎么了又开始怎么了又开始走康庄大道了，真的怎么了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苗桑，朋友们有时间啊，自己累了的时候啊，出来休息休息。每次出来呢，也有一种很充电的感觉。充完了过后，我就再回到城市工作。工作完过后，咱们又期待下一次去哪里玩。然后，如果呢，你实在没有时间出来休息，记得给我们一键三连，我们替你们出去休息。所以下一次呢，我们就直接把办公室搬到户外来。一个星期嘛，一个星期大家如果看到我们断更了的话，就是挑战失败。没有断更呢，那就是挑战成功了。很开心，也希望我们以后也做得更好一点，环保一点。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还不错的话，那个超级感谢点一下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，支持我们创作更多的优质内容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喽！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像大拇哥啊？对呀、啊，就是下面你们刚好这个视频底下有一个杆，长得跟这个很像的形状啊，很像的形状啊，大家可以试着点一下，就点一下就行了，点一下就 OK 了，长点也可以的。喂，妈，马上就到了。哎呀，相亲这种事情很简单的啦，不用担心我。美女你好，穿条裤子吧你。Testway Stop Working 系列工装短裤，轻科技够轻薄，这个夏天就像没穿裤子一样。哇，你这裤子这么轻薄，夏天肯定很凉快吧？这个拉链啊，哎呀，丝般顺滑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不是突然想过来看看你吗？正好我男朋友也在家。小楠楠，我爸妈来了呀。叔叔阿姨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穿条裤子吧你。Testway Stop Working 系列工装短裤，轻科技够轻薄，这个夏天就像没穿裤子一样。这裤子呢？这个塑料。爸，还可以啊。可以可以。Testway, Bunny Try Before You Buy.